我是马老华，我的嘉兴，我在嘉兴市区，我在逛街，我的前方呀有个公园，准备给你们拍下这边，大概是什么情况？走，这是一个天桥啊，天桥下面是个公园。我啊，准备过马路，给你们拍下这边，大概是什么情况？走，往前走。前面啊好像有一座桥，一座木桥，我啊准备过桥。这是几个栏杆，防止非机动车呀开进来，好像是这么个情况。往前走，走到桥的那边，给你们拍一下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浮萍吗？是一些，还是杂草？走，往水上走过去。杭州塘人行桥。这不是普通的桥，这叫杭州塘桥，不错。上桥，上来了。这边呀、啊是一个路口，这是一条桥，桥下呀有人在运动，非常休闲，非常不错。好的，视频啊就这么结束了吧。